如何散步，那么用织布的过程来用肢体语言来表现。首先他们要到田里去收集苎麻，收集苎麻之后开始要搓麻，要把苎麻的纤维把它给搓出来，把它刮下来，所以要很辛苦，要很努力很用力的搓搓。这时候再开始要染丝，要把刮下来的纤维绕成线团，这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事情。开始搓麻，上了整钉架开始织布，这是织布的动作，开始织布。我们泰雅公主从小学习织布，因为泰雅族这个女人不会织布的话是不得纹面的，没有不得纹面的话就不能谈及婚嫁，不能嫁人，就一辈子可能就在